用大方的小提琴老师呢，带领着这首卡农的歌曲，邀请各位一起来参加今天又温馨又浪漫的幸福的盛宴。而接下来呢，在我们这首卡农之后呢，相信大家接下来应该也非常期待，会带来的是什么样精彩的惊喜，以及我们开启这个。